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》，这是我们1653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传承系列的这个巨浪。以前我巨浪跟浪花分的不是很清楚浪花呢是气垫船啊，巨浪的话呢是这个海滩车。那它还有附带一个如果按照它说明书上的名字叫做 Paradise Plated， 应该是天堂鹦鹉或者叫做乐园鹦鹉啊，就是这个。那这个东西的话放在它包装盒里头有附带一个纸袋，用纸包起来的一个袋子里头，请你特别留意一下，不要把它弄丢了。其实我当时呢，因为它跟枪放在一起，我就把枪拿出来。这个鹦鹉的话呢，我忘了把它拿出来啊。我是看到说明书之后才发现说，哎，好像有个配件，我不小心把它给丢掉了。那让人觉得很意外的是，这个鸟的这个眼睛居然还有涂装啊，这个出乎意料之外。这头鸟做的还可以啊，它可以安插在旁边，当然你也可以安插在侧边。那么另外附带一把武器，这个武器我觉得是设计上一个很有意思的点，它可以变成一个防撞杆 bumper， 也可以挂在车子的后方变成是一个武器。那还有一点让我很讶异的是，它的这个轮胎啊居然是打了铆钉，然后这个胎纹呢，我觉得很久没有看到这么认真做轮胎的官方的玩具了啊。那关节也很紧实，而且出乎意料之外的呢，居然没有任何的偷胶啊，玩具非常的扎实，塑胶也非常的厚啊。这个结实的程度大概跟前几集分享的那个 Amanda 的这个 Atomos Pride 差不多，当然身高有点矮啊，比一般的 Deluxe 等级稍微矮一些，可是身上的细节啊，涂装的部分呢，包括摸起来的手感啊，都是相当的不赖，很扎实啊，就真的有一个可以安心把玩的玩具的一个感觉。然后它的可动给各位看一下，头部的话呢是一个球管，手臂平举，而且不是这个球形关节啊，额头肌可以转动，拳头也可以转啊，脚前后左右踢啊，这个腰身也是可以转的啊，外摆内收都是有的，接地的话都是有。那么这个腿部的部分呢，站立的时候呢是远比我们想象的呢还要再更加的稳固。然后这个鹦鹉的话呢，在变成车子的时候呢，也是有收纳它的地方。那甚至你不喜欢这个放在你要把它背，糟糕，这个有点软了，嘟进去之后滑出来啊，你要把它放在后面也是可以啊，端看你个人的喜欢了啊。那我对这个玩具的话呢，初拿出来的时候觉得说怎么这么小一只，但是实际上玩一下觉得还不错啊。那我们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好了。首先的话呢，这个部件把它给挑上来，然后呢这个把它往上提上去啊，提上去之后啊，我们再把这个部件啊，这个先往下面推。都往下推，侧边这个地方可以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我们就把它直接往上折就可以了啊。这里往上折，折上来之后啊，这个是椅子的部分，这里有个凸扣进，这里有个凹啊，大概先放到一个差不多的位置就行了。然后两侧做个合并，那这里的话呢，这个两侧这个杆子把它合并起来，上方也有，一起把它合并起来。好，那这个椅子的话呢，尽量把它给压下去了啊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把这里有一个蓝色的凸啊，扣进前方，这里有个蓝色的洞，那以及侧边这里啊，也有一个组合的一个卡扣啊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这个地方阿凡达的组合啊，阿凡达的结合，这个时候你居然不开车啊？啊，有人说我最近是怎么回事啊？确实我这心情还没完全恢复啊，所以感觉就做玩具的话就是比较。其实我现在连讲话都很累，其实我现在状况一直还没有很好啊。那做变形金刚开箱真的是一个舒压的一个方式，但是确实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复原。好，这个可以再稍微调整一下。 OK， 推车的一个滚动性已经很好了。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武器啊，这个地方啊，你可以用这里，你可以把它强行的扣在这个地方啊，变成是一个武器，当然没有问题。但是前方是不是空下来？对，所以呢，我个人觉得，虽然说明书有提说可以把枪放在上面，但是我个人并不考虑啊。它这里有两个蓝色的凸啊，然后我们的这个地方是有两个黑色的凹啊，这个阿凡达的男性跟黑人的女性的一个组合，就把它扣上去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因为这个锁扣锁上去之后，两腿也不会崩开。啊，这个对于玩具的一个一体性其实是更好的，而且对造型来说，至少虽然上方没有武器可能也还好了，但是前方这个如果你没有这个 bumper 的话会有一个洞啊，会非常的难看。那至于剩下这只鸟的话呢，就你只要有地方可以放，你就把它安插上去。这里哎不行，这个太粗了，这个鸟没有办法承受啊。你可以扣在侧边这里。
这个黑色的凸好像不够硬啊，进不去这个蓝色的洞啊。你可以扣在这里啊，或者你可以把它扣在后方这边也可以。Anyway， 这个我们一直在为这个鸟事，这个鸟事居然占了我们这一期节目相当大的比例啊！好吧，那这个车形态的话呢，就是轮胎好看，这里因为有铆钉的关系，然后这个车子的这个角度你要自己去调整一下，让它尽量所有的轮胎都能够碰到地面的啊、哦。那这个座位的话，就扣上去其实扣的没有很紧，但是基本上也不会乱掉了啊。后方有一些细节的呈现啊，整体来说是一款很疗愈的小型的，没有是 deluxe 等级，中小型的玩具了啊、哦。那我有点小意外，它的塑胶居然这么的扎实啊，其实挺好玩的，其实挺好玩的。那各位喜不喜欢的话，看你个人的需要吧啊。那电影的话呢，台湾是6月7号就会上映第7集，今天是礼拜天的晚上了啊。那过几天的话呢，啊，看完电影的话呢，我会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观后的心得分享。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